咱们讲一下手相中的八字符。手相中的八字符啊，它是由两个相邻的倒字纹组合而成的符号。这种符号呢，一般的很少出现，它一旦出现，对人生的运势都会起到一个很大的影响，破坏作用。这点呢，必须加以注意。咱们看一下这位女士的手纹特征，天纹感情线。你看她这个天纹是从小手指这个部位开始向上延伸的，在小手指这个位置，你看这儿出现一个倒纹哈，这儿出现一个倒纹，这儿又出现一个倒纹，这两个倒纹相邻，它就组合成了一个八字形状的符号，这叫八字符。八字符的出现，它对婚姻方面就会影响很大。出现在天文感情线上，容易婚姻不顺，婚后容易出现是非，并且二婚者居多。这个八字符出现在天文感情线上，如果出现在人文上方，它就容易造成心脑功能的不利。如果八字符出现在人文智慧线上，就容易对心脑功能有明显的影响。如果出现在地纹上，代表身体不健康，容易出现病灾之类的现象，这点必须加以注意。这个八字符的出现，它对人生的运势影响比较大，这点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加以注意。一般来说，八字符都是出现在三大主线上居多，其他纹理上面呢，是很少见。特别是在天文感情线还有人文智慧线上比较多见，这点在日常生活中要加以的注意。八字符的破坏力比较大，对人生的运势影响很大，这点呢必须加以注意。八字符的形成就是由两个相邻的倒字纹组合而形成的符号，被称为八字符。